明教近来选出了位姓张的新教主，此人虽然有点好色，臭小子到底要干什么，但为人义气。这个赵姑娘处心积虑，又诡计多端，我会小心的。你这丫头，你欺负我。我不是想欺负你。她又怎么会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啊？晚生明教教主张无忌，你这贼丫头，不要你这东西。我送给人的东西从来都没有要回来过，我不许你送给那个俏丫鬟。我也真是的，为什么随身把她带身上，我随手把她扔出去。张教主万般好，就是太多情，心又软啊，恐怕呀将来是要栽在女孩子手上的。这位郡主姑娘，你这个疯婆子，你发什么疯？是你的心肝宝贝。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公子最喜欢的是你吗？这果子可甜啊，你多吃点。小昭说你喜欢我是不是真的？女儿家还是懂矜持比较好。那我不懂矜持，你不是照样喜欢我呀？郡主家丫头这点倒是像无忌他娘，怪不得无忌对她没办法。你娘一定很漂亮。你跟我娘一样漂亮。那要是明天我死了，不要啊！你是不是会想，谢天谢地啊，这个刁钻恶毒的女人总算死了。不要。张无忌在此。明明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呀，实在是舍不得我。那你呢？把我们抛在荒岛上，你到底舍得我了？还疼不疼？不疼。当年你咬一姑娘那口那么深，所以我也要重重的咬你一口，让你这辈子永远都记得我。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做，我也不会忘记。上辈子到底是做了多少孽？你叫我一声好姐姐。好姐姐，我是干了多少好事，才遇到你这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傻人？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将那断成两截的金盒子接好，可是，在灵蛇岛的时候就丢失了。丢失了。所以，我给你做了这个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我很喜欢。我要在这儿说个清清楚楚，推翻朝廷，我志不变。娶赵姑娘为妻，我执意不变。爹爹，赵无忌，你智人以皆全，明明，你的确有眼光。欧阳教主抗议！太疼了！明明，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我们可以周游四方，到处惩奸除恶。等我们老了，不想再走动的时候。就归隐山林，与世无争。青霜剑斩断无情缘，花空破云烟，寄予明月。看大江东去，好一夜的无声语。你可曾记得答应为我办三件事？记得。我问他将军，谁比较厉害？当然是你了。宁愿孤单。三子啊，你把我带上。也不要真的。是彼岸花红得太无暇，带你走天涯，跟我好不好？琴响一把，世人怎么看我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你张教主真正的心。如果
果真有这么一天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要你带我去遨游四海，游遍大江南北。我非常向往在山野间过些平凡的日子，尝尽名山大川，好山好水。你会答应我吗？当然会。前两件事情你都做到了，还有第三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一辈子放你好吧，我也愿意。曾像一把刀，伤人知多少，要还是不要，沧海一声笑。假若有一天我愿意抛弃郡主之位，而你也不再是明教教主，只是寻常百姓，那该有多好。明明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永远都会回到你身边。